2月17号，正月初八，大雁塔北广场。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所有演出都完了。游客朋友们，由于街区客流量较大，今日演出已全部结束。立刻启程向前参观游览。据介意，前观主大都不夜城官方认证号。此外，大都不夜城温馨提示：今天您快注意车辆安全，不要长时间在过道内停留，避免造成。今天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，外地游客应该大部分都返回了，但大雁塔北广场、大唐不夜城的人还是很多。大雁塔南广场，这个位置是拍留念照的好地方。大唐不夜城，大唐不夜城现在演出都安排在白天，晚上没有演出。